他进来留言1690说：“好了啦，说成这样还扯国民党，我已经提修法了，踹共先踹改口的你自己吧，笑死，多抖一点，记得念出来，记得跟我谢谢。”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开直播回应统神争议，没想到国民党立委徐巧芯火速抖内参战，开呛吴征希望叫你开直播的你老板有看到。不仅如此，徐巧芯更找记者要到吴征电话给统神，统神直播下方徐巧芯留言感谢媒体朋友协助双方联系，终于连。上不枉费我抖内这么多次。而在吴征统神半小时火线通话后，吴征深夜也在脸书发文开呛徐巧芯大委员见猎欣喜，心花怒放个什么，起哄助长这样的言论是不是精神错乱？徐巧芯也留言反击，我让你们双方有沟通辩论机会是你们都同意的，被电报不能怪我吧。两边说想要接上线是大家在直播上公开都看到的，我只是帮一个忙而已，你不谢谢我还反过来批评我。徐巧芯大方承认就是自己替双边牵线，但事隔一天依旧嘴上不饶人。吴征也惊讶，徐巧芯提倡修法却帮统神开脱，角色错乱。一边要提高法则，一边又跟着统神帮腔啊！昨天也来到我的直播啊，来去做一些嘲讽的言论。我自己个人的态度是很清楚的，他应该在这场辩论当中能够大获全胜，没想到竟然辜负了我的期待。徐巧芯自豪促成经典对谈，沾沾自喜。游戏实况主统神言论引发争议，吴征理性厘清，想不到半路却杀出徐巧芯，搅乱战局。三立新闻黄晨报，刘敏君台报道。